那现在肚子也已经蛮大了，所以可能也不方便去做一些太累的行程。对，可能就是简单的两天一夜小旅行。肚子也已经蛮大了，所以可能也不方便去做一些太累的行程。对，可能就是简单的两天一夜小旅行。哦，我知道有个地方很快就可以到了，南松站场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对对。没等，对对，晚上随时都可以来站场。难怪平常会一起双排吗？双排，他南场陪我一起玩。我们我两个人打的话比较不会打排位赛，因为就打一般。对，一般吵架的。哦，是因为会吵架吗？我们亚洲都不吵架，可能是因为不是排位赛，就是没有优惠星星，他就比较无所谓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段位差两阶以上，其实就没办法。他有两阶，其实我段位太低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